唐嫣秘密生子，罗晋我都不知道。唐嫣和罗晋一直都是大家喜欢的明星夫妻，从两人恋爱到唐嫣怀孕，每一部粉丝们都很关注。罗晋作为演员，为人低调，演技好。唐嫣虽然演技经常被吐槽，但是和罗晋的感情也是甜甜蜜蜜。但是昨日却有消息称唐嫣已经生小宝宝了。第个神啊，这么快吗？生宝宝是件大喜事。当记者打电话求证罗晋工作室的时候，罗晋也是一脸懵，唐嫣生孩子了吗？我咋不知道的表情，哎呀呀。小两口的事情还是等待他们来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吧。罗晋和唐嫣一直在演戏的风格上不太一样，唐嫣专注于偶像剧中的少女角色，而罗晋却向着演技派发展。两人在一起后的电视剧也是褒贬不一，不过好在现实中结局是好的，粉丝们也就可以放心了。就是不知道两人的宝宝会长得像谁多一点呢？